本身呢個耳塞做嘅時候，你會知道其實我哋用嘅同埋做嘅方法出邊唔會做嘅，所以變咗佢係做唔到呢啲嘅音質嘅。而家講緊你就算係好貴好貴好貴嘅耳塞，佢都唔會用到咁精細、咁細微、咁鏡石嘅方法去做出嚟，咁所以變咗咧可以話係不全之秘嘅。你能夠想象出面哇幾千蚊、千幾蚊一條所謂升級線，又話咩要 custom make 個殼咁樣，我覺得係騙術咯。既然佢哋做到咁啦，我哋身為一間教會，我哋始終都會將呢個祝福俾你哋。在今次这个礼物当中，我送一个更大的礼物给你们。第二代的石安剑，它的音色是好过这个，都一段很大的距离。但是问题的成本是多少钱呢？是15元以下港币，不是美金，不是英镑，是15元港币以下。当然如果送个耳塞15元给你，不算是一个大礼，虽然物轻情意重，世上没有了，没得挥了。我会在大约八月尾到就会教晒教会的弟兄姊妹自己做一个给自己。即是以后你懂得做这些耳塞，只要你手上有15元你就可以做到一个。那你想想，你即打沉晒全世界最劲的调音师，十个加埋都不够你嚟的了，是不是？即是所有耳塞你不用买的了，你已经15元了，是不是？ iPhone 耳塞你买不到个，基本上耳插都买不到个，不要说耳塞了，就是我觉得有没有搞错啊，但就是这么便宜啊。他可以说你邪教，可以说你异端，不你做一个敬过我的耳塞出来先。因为这个不是宗教，你已经这个已经是 brain， 根本是对自然定律的了解和智慧。事实上这个给你听住的时候，你知道当我发起我们一起去做第二代的无线、第二代的有线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将要送什么给你们。我不是送一个物件给你们，我是送一个技术给你们。这个技术是傲视同群。18年前我哋作咗一批歌出嚟，但佢哋唔争气，到而家都未能够做到一隻耳塞出嚟。嗱，你唔好讲贵啦，你几贵都好，你几贵都得，你播唔播得晒我哋石安新歌嗰个音域出嚟呢？我哋作出嗰种优美呢？所以我一定要做，做到一个系我觉得系 100% 将我哋嘅歌嘅优美播出嚟嘅。当我研究啲声嘅时候，去到某一种音质，越还原翻我台上嘅一切嘢，会中有足够嘅 data 嘅话，嗰种嘅真就传递到啦。这个事实上系喺人类嘅声，好多时系会带嚟感情、信仰、情绪同埋想表达嘅嘢。譬如在我讲道当中会强调个音质，讲嘢个 mood， 如果你嗰个音域能够传递晒过去嘅话，佢哋会听到个分别。我就系讲紧呢样嘢。所以如果在我们的信仰上，弟兄姊妹听讲道的时候闭上眼睛听带的话，唯一听到我把声音都一定是这两个耳塞传递过去。所以如果我们想着只是传递了个内容，但不传递那份的心力、恩高、感情和那份信念的话，其实可以说 cut 了很多的。原来音域的传递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是敬拜赞美，当然包括音程、音域、编曲和怎样录制它，这个全面性的，就不是那些作歌仔只是作几个音符就算了。其实我是全面性，是由录音开始神讲给我听，他就说第一 momentum 这些歌曲是容器来的，是盛载了神的同在。大家现在不是亲眼见到，是亲耳听到，现在就好像一个水平将过去盛载了几1000只歌倒回给你听，一次过倒出来。咁所以变咗，跟住嚟紧会发生嘅嘢，应该系好意想不到。我哋将会见到两边，无论系我哋自己教会弟兄姊妹聚会嘅时候有现象，或者弟兄姊妹更加轻易有感动，带到人信主，因此运作医到病人，但同样外边第一次听我哋呢啲耳机嘅人，嗰种嘅冲击对佢哋大得太紧要，系爱不释手啊！你听完呢啲歌之后，就好似你哋咁咯，我哋有得拣，我哋都唔会再拣其他录得咁平面嘅歌。今日你哋所得到嘅呢一个咧，系播到 50% 嘅优美出嚟。咁呢个系我真心话嚟嘅，因为我有听紧一个 70%。咁你就会明白，其实神究竟喺18年前俾咗样乜嘢我哋。